嗨，大家早安！今天是2月12号，现在是10:31。然后，对，距离我上一支影片应该是半年前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实习，然后那时候是在内科，是在 medical。然后我一直都很想拍 vlog， 可是一直真的都很忙很忙。然后我这次会录这支影片，是想说我已经过了内科嘛，我现在人其实在妇产科实习，所以就想说我多两个礼拜就结束妇产科了，还是就是录一支影片来记录一下我妇产科的日子。因为我今天晚上其实会开始做4个晚上的夜班，然后我现在刚刚起床不久，刚刚其实就洗了衣服，帮 Chaco 弄了他的大小便之类的，然后我多一下，我泡了个咖啡，要来消肿。因为昨天晚上我其实去看了电影跟朋友，然后呢就吃了宵夜，所以你们可以看我现在很肿很肿。然后其实我很胖很胖，我现在胖了很多很多，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。然后我现在其实想要去拖地，然后收衣服，因为等一下要晒衣服嘛。然后等我拖完地啊，晒完衣服，弄好家里的东西，冲个凉，化个妆，再跟你们讲就是关于妇产科的东西。哦，对，我最近呢，其实换了我的护肤产品，换成这个。OK， 然后我最近用的防晒是 Innisfree 的，然后它是有一点颜色的，就是我就把它当粉底这样子用。对，这就是很简单，我每天就是上了护肤产品，我就上防晒。上了防晒，有时候会上一层粉，就是不要给脸出油，然后就画眉毛，上一点淡淡的眼影就好了。还有口红，当然，是不是有比较没有那么暗淡？给你们看，有画眉毛，没有画眉毛。然后就是上一点在鼻子，让鼻子看起来挺一点，还有嘴巴。我的日常妆还有我上班也是这个样子，平时的妆也是这样子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OK， 我们来做午餐。我的冰箱其实没有太多的东西，因为我也很懒惰去 grocery shopping， 所以这是我之前买的 bagel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吃 bagel， 还有就是清一下我冰箱里面的东西，因为冰箱里面其实没有太多东西，可是全部就是很像剩一点一点这样子，就是很像 mozzarella cheese 剩一点点，然后里面有凤梨，我就想说鸡蛋也剩3颗，所以可能我就有什么就用什么，先把这个切对半。切得有点丑，可是没关系，这就是放进 air fryer 里面。然后对这个，我是想说反正全部都要丢 air fryer， 就全部一次过进 air fryer 吧。用一点 pasta sauce 拿来垫底，然后打2颗鸡蛋进去，然后呢就把凤梨切成小块，然后就把 mozzarella cheese 给撒上去，就这样子进去烤个5分钟。非常快速 ，OK， 哒哒。
给你们看，超漂亮。然后我加了点 parsley， 所以它现在看起来 on point。它是属于半生熟鸡蛋的状态。大家现在是6:29，然后我差不多要出门了，因为我7开始做工，可是是赶得及的，因为从我住的地方到医院差不多10分钟。江江 ，OK， 上班去。我的天哪，现在已经快1:30了。我刚刚7进来做工，我就直接进手术房。然后一开始是 resus 了之后，结果就变成 assist， 因为他们开 second OD， 做了应该2-3case， 然后最后一个 case 还有一点问题，所以就有叫 specialist 进来。Yeah， 所以我现在终于要回去了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8:40。其实我刚刚差不多8就已经做完工了，可是就有漏掉一点东西，然后就有回到病房去就是 settle 东西。所以呢，我等下的 yoga class 是9:45。我本来想说刚刚8放工的时候就想说，哎，有一点时间，可能我可以去吃个早餐，就是可能吃个鸡蛋垫垫肚子还是什么的。因为我的 last meal， 我的上一餐是昨天你们看到的那个午餐，就是2-3的时候吧。然后之后我就只是喝白开水到现在，然后等一下有 yoga 9:45的时候。可是我不想第一堂课就迟到啦，所以我觉得我会现在直接去那个 area， 然后看一下那里有没有东西就是可以买来垫肚子，不然就等到after yoga 才吃这样子。江江，这是我的午餐、早餐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其实刚刚瑜伽回到家，全身酸痛，脸现在不能见人，所以就不让你们看我的脸了。然后我就很饿，因为我的上一餐是昨天的2:00，然后刚刚又做了运动嘛，所以我就这一碗呢其实是味噌汤，就是那种快速的味噌汤，我就加了很多海苔。加了我冰箱里面所有的菜，就是冷冻的菜啊 ，carrot 啊 ，edamame， 还有一颗鸡蛋，就这样，我就打算吃了之后就去洗澡睡觉，然后等一下再看几点起来，再看要不要吃晚餐，还是要准备什么的。哦，很烫。超喜欢跟我玩这个，这是我可能上个礼拜买给他的新玩具，他一向来都没有这种球，所以他现在很可爱，他每天会拿着他的球来找我。然后我也很轻松，就只需要丢然后跑的是他。好，大家现在是6:04，我刚才是差不多11这样子上完瑜伽，回到家煮了之后吃了之后我就冲凉睡觉，到刚刚差不多5:00的时候醒来，然后我就已经又再冲多一次凉，然后已经准备好就是可以去上班了。可是我其实现在还不饿，可是我害怕我等一下晚上会饿。我今天其实是在 Village Saringan 做工，就是那些突然阵痛啊、出水啊、出血啊，还是可能 baby 少动的那些妈妈会来，然后我就需要 clock 他们。其实是看你的 luck， 如果你很幸运的话，一晚可能不会太多病人，可是如果你真的很不幸运的话，一晚可以有很多很多病人，然后只有一位实习医生。
So, 我通常在 Villas Arenas 工作的话呢，我通常会有一点时间啦，我没有那么的不幸运。然后我就会肚子饿，我就会嘴巴痒，就算我不饿我也会嘴巴痒。我就会 order 可能 Domino Pizza 的 Fabulous Four 或者一些奶茶之类的啦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虽然现在还不饿，我等一下准备一点就是健康一点的便当，就是非常快速，因为我的冰箱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，所以可能我明天或者后天会需要去 grocery shopping。Yeah, so 等一下准备一点东西，然后半夜如果嘴巴痒的话，就吃自己准备的东西。我刚刚其实回到家有退冰一块腌制好的鸡胸肉，好像是奥尔良口味的。然后其实我家没有什么菜了，所以也应该会很 plain。可能突然间有点想吃皮蛋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切一颗皮蛋，然后气炸鸡胸肉。对。胸肉气炸锅，180度，15分钟。不知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榨菜，它很好吃，它应该是腌制过的，然后包装它一包其实蛮多的。我之前有一次试过一个人吃一整包，真的吃不完，因为它有一点咸。可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的鸡胸肉是奥尔良口味嘛，然后又有皮蛋，所以就觉得整个很中式，然后就想到我冰箱，也不是冰箱，就是我家里有这个东西，就想吃，看到吗？他不要给你们看，还要给你们看我漂亮的脸。在等我的鸡肉好。吃点零食。OK， 我的鸡胸肉，哎呦，怎么有点焦？可是还好，看起来不错。给你们看这个红色的这栋呢，就是最古老的一栋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就是那些还没有要生孩子啊的病人都是在那一栋。然后我今天呢是在这里工作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这是布萨布萨林，这就是那些产房啊、比利萨林啊，还有那些待产的病房都在这里。所以这医院其实很大很大。这只是你们看到一部分而已，后面整块都是医院。Thank you。大家，现在是6:35，我已经要迟到了。我刚刚回到家，应该是2点多睡着的吧。睡着了之后呢，我其实3点多又醒来一轮，可是就觉得还太早了，不够睡，然后我就睡回去，然后我就也没有 set alarm， 结果一开眼睛，竟然就已经6:10了，所以我在赶着要去工作，7点要到。你们看一下，我等会被迟到。OK， 非常快速，所以我给你们看我到底如果要迟到的时候到底可以多快出门。
OK， 我的口红在外面，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，我来弄一下我的头发。我今天其实在和昨天一样的岗位，所以希望今天不会太忙。现在我刚刚经过看起来是还 OK， 没有昨天那么糟糕。嗨大家，现在是8点早上，然后我已经做完我的岗位该做的东西了，可是我要去就是去病房一下子，塞多一点东西，然后再回家。现在呢，其实下雨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因为很大，然后现在其实在下着雨，所以等我做完东西，再看有没有下雨，再看我要去哪里呗，是直接回家还是出去？我其实刚刚到楼下的妈妈档，打包了 roti gosong 还有 roti telur。我本来是要在楼下吃的，可是因为太冷了，刚刚是下雨天嘛，然后我坐下来之后，那风真的吹到我发抖。然后这件衣服其实很薄，还是那种很通风的那种，所以我就决定打包回来吃。然后其实我很饿，很饿。刚刚可能你们有看到我吃一个三明治，是医院的护士给我吃的，因为他就觉得我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吃东西。No no Chaco, not for you. Hey.给你们听，我吃这炸鸡的皮超脆的。嗯，浓浓。它的肉地很好吃，可是在那里吃应该会更好吃。嘿，炸鸡。这黑芝麻汤圆就是我要烫的，它还有4颗，我就吃完它吧。你看 ，Jacko， 啾啾。然后我要开这个，我之前呢其实是有买过，就是他们4合1的，就是有喝奇茶、抹茶、咖啡，还有不知道什么 latte 还是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发现到喝奇茶特别好喝，然后我就有单再买一盒喝奇茶的。里面是酱，一条一条的。很香，很香。要去送雪，给你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医院，这全部都是医院的范围，然后那个也是，就整个都是到后面那里，我不知道你们我也看不到，这医院真是很大很大。
说好的读书呢？我现在就想求，想看一些影片，然后吃一下我的面。好啦，我等一下还是会 go 出一些 notes，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需要放松一下，不知道我会不会放松太多，然后到最后考试考不好。Hey, you wanna drink this one? You sure you wanna drink?